就係架車train完之後可以自己可以 auto drive， 因為其實我唔覺得就係部車喺度 train 緊，收集緊啲 data， 我自己都喺度 train 緊我自己點樣 train 架車，即係其實我哋我同架車係一同時間咁學習嘅，正唔係咧就唔係就係架車學而我唔學，我哋大家都互相學習緊嘅。簡單唔知道點樣操作一架遙控車，到去。 connect 咗個 app， 跟住揾個app透過自己個手機去控制呢架無人小車。就話識得控制咯，就唔等於佢可以自己行噶嘛。咁就要開始 train 個 model 咯。train 個 model 嘅時候咧，咁啊大家好努力啦，就係嘗試下點樣去揸得更加好 train 一個 model 出嚟。咁咧呢樣嘢咧，我覺得佢哋最重要的一個改變就係，唔係一架無人車嚟嘅呢架，其實係一架可以做到一架無人駕駛嘅小車。 咁等佢咧，無形之中咧就學咗一啲嘅 AI 嗰個嘅基本嘅概念啊。